柳树城陷入老旧城市危机，嘉年华的规模越来越小，市长还想把它整个都取消掉呢。夏天怎么可以没有柳树城嘉年华？芭比姐妹们决定接受挑战，和可爱的狗狗们展开宝藏大冒险，拯救柳树城。12月23日周日下午3:30，芭比姐妹的奇幻大冒险就在悠悠 TV。